要赢，我哋要一齐努力，战胜逆境，回复正常生活。大家要接种新冠疫苗。无论几后生几健康，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。病毒总可能对健康造成长远影响。就算面对变种病毒，疫苗对你都会有保护。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，为重过正常嘅生活 ，Go for it！ 面对逆境，要赢就一切赢。